大家好，我是能量疗愈师瑜瑜，你现在收看的是瑜瑜聊时事。职业水晶系列继续开箱了，今天要推荐的是均能适合佩戴的水晶。这里第一个要推荐的是透石膏。均能界就像一个封闭的小社会，如果感觉不习惯的话，就让透石膏来帮助你吧。它的能量不仅可以增加组织的团队精神，还能提升对环境的适应力，同时让你保持情绪稳定，补充正能量，去除负能量。第二个要推荐的是绿松石。身为均能的你，拥有强健的体魄非常重要，这时别忘了带上绿松石。它对应人体脉轮的心轮，内含多种微量元素，长期佩戴可以增加免疫力，强健身体，同时也拥有辟邪保平安的能量哦。第三个推荐的是法金类。你时常觉得没信心与魄力吗？别担心，法金类就是你的最佳良伴。法金内含针状包裹体，增加磁场的振荡频率，有助于强化胆识与自信心，给予我们勇气与果断力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。第四个推荐的是红绿宝。军阶对军人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，该如何拥有领袖气质呢？就让红绿宝来告诉你吧。它的能量有助于强化生命力与意志力，帮助我们贯彻始终达到目标，同时也让内向的人勇于表达自己，不再畏缩，给你满满的领袖气质。第五个推荐的是蓝灵灰。人在江湖走，朋友不能少，拥有好战友才能在职场上如鱼得水，是时候带上蓝灵灰了。它的能量可以改善人际关系与沟通能力，调整太自我的固执个性，同时激发创意，最重要的是帮助维护骨骼与肌肉的健康。以上就是瑜瑜推荐适合均能佩戴的水晶，你还缺少什么呢？欢迎每周六晚上8点到我的水晶能量场寻找你的幸运物。报告完毕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，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能量疗愈师瑜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